梦回 S1， 还记得你玩过的第一队主力阵容吗？本期视频糖葫芦就来给大家稍作盘点。首先要说的正是当前大火的五千区西凉主盟敲门阵容天下第一枪，也叫奶枪，非常全面的阵容，在一赛季几乎没有天敌。在此基础上也变种衍生出很多阵容，枪兵阵容主要集中在属阵营，搭配不同的续航和输出，对应着不同的强度。盾兵最熟悉的阵容当属大小桃园和蜀盾，魏国的骑虎盾和虎卫盾也是不错的选择。如果想玩三仙盾，还是需要一定的红度，或者可以试试群盾，顺便附上随机截取五千区开赛一周西凉三东主盟交战战报。稍后继续来看 S1 主流攻击阵容。